我为了要那个手的手感哈、哦，让它的齿根变厚。那一般压力角都是20哦 ，CNS 标准呢、哦、是20，这个是标准齿，你看出来啊、哦，这是标准齿。那这种齿轮看起来就很顺眼啊、哦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、哦。啊，这个齿轮这样。然后什么叫齿圆之影？这三个点下去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啊、哦，这里的圆线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齿轮的。这个齿轮是这样哦，20×20，这齿圆之影就是40。啊，就这样子了哦，大概知道你齿轮可以搭配齿轮的。那至于那个齿轮在这里啊、哦，它也有内齿轮。啊，内齿轮你看哦，如果是40齿的话，你看你也会看到它 pitch 是多少？点一下，这个是结缘啊、哦。刚刚我们做齿轮就这样设计出来了。当然你们那一组是16，哎，齿数是16，齿数16，我应该是用2.5吧。我记得是2.5哈，大概这样设计的哈。一般我们就这样可以设计出齿轮。另外一个，这个可以设计齿疗。当然今天讲的比较机械的，各位很多都不是机械背景所以这个各位看看就好哦，看看就好不要太当真。因为你们如果要这个档案的话，这几个。